周围的所有人都会问你要烟。在哪儿啊？印度的一个地方。在印度一个地方。所以敌人只能一根一根的买呀。一根一根的买。要不然就亏钱了。要不然印度人都会认为你是个大富豪。然后呢，每个人都问你要烟。是吗？你是在哪看的？啊，网上看。网上。可以啊，小伙，看国际新闻了。带小可乐来看个牙。是带小可乐看牙，带你看牙。带小可乐看牙。好吧，你俩的牙都要看。大门牙坏了。对。他一直很怕来看牙齿。昨天给他看了一个抖音，上面有一个小男孩长得特别帅。然后他说：“你看看这小孩长得多帅，你看人家牙齿，你看多白。”然后后来受打击了，说：“啊，我今天要去看牙齿。”原来不然他是不来看牙齿的。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，是吧？对呀、啊，长那么帅，我又不是小鱼，你来看小鱼啊。没事，现在这个大鱼跟那个小鱼一样，就几个月俩月吗？没，啊，我们老说这个什么鱼，没来咬。哦，这个就是吃垃圾的鱼。那个，它的名字叫垃圾鱼。是那个。清道夫特别难吃。清道夫。它叫清道夫，对。特别难吃，所以呢，繁衍太多了。嗯。就是你，来，小哥哥看你的牙齿。看，不许放，放给网友看。先练一下，不许给网友看。他是大门牙换的，你换过的牙，你搞成这样子了，怎么搞的呀？不然在刷牙，在吃糖，晚上偷吃东西，老鼠一样，偷吃东西。这可不换了，这个牙，这是换过的牙呀，这刚换完你，这就给搞坏了，你这知道吗？对。你看躺着，躺上去，躺着把脚翘到上面。对。对呀、啊。哎，对。我感觉好像在手术台上。手术台没有，这个牙科都是这样，医生也够累的。嗯。就它里边的大牙还可以再换牙，可以再换新的，是吧？这意思吧？嗯嗯。我他这小朋友。那个啥。我说那个你里边的牙还得换。喷啥？喷点水，这个水管子喷点水。喷点水就好了。等会儿你就知道了，等会儿你就知道了。不给你喷药，喷水，喷药多贵啊！谁会给你喷药？哈哈哈哈哈。然后没事还要打麻药吗？麻药没有，不拔牙又不会打麻药的。哦。拔牙才打麻药，光补不会打麻药的。躺好，躺好。把嘴张大一点。我说它里边那个大牙是不是还没换，然后换再长出来新的就好了，是吧？干嘛呢？什么？它挡着眼睛，他妈长着眼睛。这些这不用补了，这个。那几个不用补是吧？嗯。那个一换新牙就好了，是吧？这个没坏，它就是磨损的太厉害了，这个。磨损太厉害了。对。那它还能长出来新的吗？没有，它这个不是虫子牙，它是磨损的太厉害，你看那腐蚀的。腐蚀太厉害了。对，你这怎么补啊？这个，除非做冠，他今年多大？十岁了。十岁，再顶两年，能坚持两年，那就换牙了。坚持两年，那个大牙可以换掉了，是吧？对对对。哦。这个是不要补。嗯。现在弄呢。牙没有几个好的。嗯，这不都换了吗？嗯、这边都换了。对。还没换呢。这个坏了，这个牙我，你把这个牙坏了，可不是个好事，宝宝。是的。都变色了，你看都。他每天他不好好刷牙，他刷了牙之后晚上偷吃东西。这跟偷吃东西、偷吃零食有关系吗？吃甜的什么的，喝牛奶。嗯、还是跟缺钙有关系。咬牙，宝宝，咬牙。不知道，问一下医生吧，看医生说，是缺钙吗？咦，才发现你们都来了，因为大部队都来了。不是缺钙，来看看，不是缺钙。张才发现，我这不是看那个。刷牙，牙不好刷。他这是因为偷吃零食还是缺钙啊，医生？不缺钙，缺啥钙？他吃饭吃的特别少。这个大牙什么时候掉的？这怎么掉这么早啊？这个大牙？不知道啊。啊？我不知道，什么时候掉的？这个大牙掉的那么早。我上次这儿没长啊。不是，他说在学校什么干嘛崩掉了。啊？那天他讲的，我说你妈是知道，他说他没跟你讲。我不知道啊。
什么时候掉的？你知道吗，处长？掉的马上位置它没有了哦。你看这个牙宽度，你看这么宽的，你看这个牙没有了。它掉了不长吗？长早的呢，13岁才长的，12、13岁才长。那掉了也没办法呀。掉了，你在做预留啊，把这地方置位置给它留着呀。跟那个假牙是吧？你不留着，你我有牙吗？对，牙它牙一挤一挤，把它位置挤没了。有的。孩子牙后期长得不齐。嗯。现在怎么办呢？就补这个，还怎么的啊？你看他哪个都可以，哪个可以补？你给他看一下。坏的太多了，你来张嘴，张嘴。张嘴，宝宝。你不能多弄啊，多弄再弄到什么时候家都光他一个人，嘴一张了孩子也受累了也不行了。哎呦，我因他咬合特别紧，来咬牙。哦，张嘴，你看这个牙为什么是这样的吗？它不是坏虫子牙，看到了吗？这个牙，张嘴宝宝，张嘴，你看这个牙，你看黄的这个，它不是虫子牙，你看咬，宝宝咬，你看。它咬合太紧，看见了吗？它是厉害的欺负怂的，就是上面牙长，你看它磨它，把它磨的啊、嗯，牙齿长不好。这牙齿长，咬牙宝宝，你看，你看，没位置了，我们后期长牙比较麻烦。要把上面牙给它磨一下了。而且这个书也是不是特别轻，擦一擦，用纸擦一擦，棉花，棉花吧。走的脚是疼，那个谢谢。可别别挤你那个牙哈。他在你跟你结账了吗？算了。别弄，别弄，别弄那个牙，那牙没弄好，别弄。我都给你擦一下，用那个布擦一下，用你围兜子的布。围着那个布擦一下，你脖子上的那个布，纸对擦的，对对对，擦嘴，不是擦牙，擦嘴。就那弄好就躺着。牙白了。怪怪的。这牙是不是不平啊？有感觉不？没有感觉。什么感觉？你没有。挡硌着你的嘴的感觉有没有？有点。那哪里不平吗？是不是？你看哪里不舒服的，你要跟医生说。原来这个牙齿长一点。哈哈哈，长一点。长一点。没办法。胶多贴了。看到了没有？新牙怎么感觉？你怎么跟这个没有动物？挺好看的，挺好看的，那肯定比你之前的牙好看了，之前黑的那个样子。现在看看现在，不是你那个牙拧着呢，不拧着往斜了就更好看。小朋友千万一定要好好的刷牙，不然你们的牙齿就跟小可乐一样。他的牙齿其实已经换过了，但是又坏了，就是因为他小时候没有好好刷牙，每次刷完牙之后他还偷偷的去吃东西。现在他的大门牙有洞还黑，特别的难看，有时候让他笑他都不敢笑，所以就是一定要好好的刷牙，千万一定要早晚都刷牙，知道了吗？